Comico 周更连载彩色条漫《月亮的少年》三年多，现于 CCC 双周更连载黑白夜漫《猫妖传》。作者擅长亲情的描写，也在动作分镜上有独特的渲染力，在作品表现上一动一静。《猫妖传》常年虽小的哲星，从小到大过着倒霉的人生。一次打工时的意外，哲星碰到正在逃命的猫妖，双方决定携手合作达成彼此的愿望，却也开启了一场颠覆人生的神奇旅程，甚至逐渐揭开藏在镇上不为人知的秘密。